星媒妹姐佢嘅絕食，亦都係咧我哋今日有一班朋友係關心香港基層民主發展嘅一班朋友，佢哋嚟自學界、嚟自文化界、嚟自社運界同埋好多民間團體。近日咧，香港咧傾緊民主發展普選嘅問題咧，傾到好熱鬧。我哋話俾大家聽，今日呢一班朋友嚟到呢一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四年前喺呢一條街裏邊發展出嚟嘅呢一個基層民主嘅一個運動。其實呢一個運動喺四年前開始，係由於呢度開始重建，呢度一班街坊佢哋參與喺呢一件事裏邊。四年前佢哋開始呢個運動，佢哋透過家訪、透過街展、透過無限咁多嘅會議，希望探討呢一個地方應該點樣發展。佢哋透過家訪去逐家逐户了解呢一度嘅街坊嘅心聲。他們的困難、他們的需要，希望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需要的的確確地直接影響到這條街如何決策去發展。我們認為香港是需要理東街這種精神，這種直接參與式民主，這種為每家每戶的意見，希望每家每戶的意見都可以直接影響到決策的這種直接的民主。我們一會兒會進行一個討論，參與式規劃，無論是地方的規劃，因為是政制，因為是政策的規劃，其實都需要這一種的民主精神。如果再熱低一點，記者可能昏迷，昏迷又是不在短期內獲得血糖的補充，我大腦就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但是到這刻鐘為止，剛才我剛剛跟記者說，他很清醒地告訴我，他不願意進食，不願意喝葡萄糖，不願意接受葡萄糖的注射。作為醫生，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抉擇，因為很明顯，如果繼續持續下去，飛姐是會傷害自己的身體。但是世界醫學組織的醫學倫理告訴所有醫生，他不可以強迫一個在清醒情況之下拒絕進食的人去進食或者接受治療，我們只可以尊重當事人的決定。這是一件很傷心很難過的事。一會兒我將會再跟阿妹姐再做一次不同的測試，也都再跟她談究竟往前那條路應該是怎樣行，是用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去對社會作出控訴。如果美姐一間的決定都是這樣，我是醫生的，我只可以令她是舒適，我不能夠做到其他事。我轉述美姐說的一番說話，她說市建局是一隻甩死馬騮，好像直到現在這一刻只有我們的特首曾蔭權才可以看得住這隻甩死馬騮。
了，这样子就不会了。